一个90后的小姑娘做直播带货卖口罩，一个月竟然赚了100多万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终于找到了给她供货的源头工厂，跟着我的镜头呢，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她给那个90后的小姑娘真实供货价是多少，这个小姑娘的利润到底有多少？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一起一探究竟，走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那个你是这边老板吗？啊，不是，老板娘在那里，在里面那个是吧？那个是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好。哎，你好，老板娘。哦，你好。那个，打扰你几分钟时间哈，我拍个小视频，不介意吧？嗯，没事。啊，是这样的哈，我听说最近一个90后的小姑娘，卖口罩，就是在你这儿进的货吧，报单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咱们家是主做口罩的是吧？我看你是，你能方便带我简单的逛一逛不？我随便给你拿一个吧。啊，可以。这个中华凤独立包装的一个口罩。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。对对。这个的话拿货能方便透露一下不？3分。Oh God, please no, no。多少？3分。3分钱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没有听错。哇，这个的话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那你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款呢？其他的。那像这个，是我们最常规的口罩，2分。刺激。2分。对。哇，这一个的话。像这种的话在外面都是卖1块钱一个的吧？对。这种儿童的呢？儿童的是1毛。1毛？对，这种口罩才1毛，真的是颠覆了我对这个口罩的认知呀。这样吧，我看你这口罩也挺多的，你看，然后那个90后那个小姑娘她报单的那款口罩你知道是哪款吗？妈，这边都在打包吗？哦，都在打包。对 对, 对，就是打的这种是吧？啊，对对。然后我这边有一些展示出来的。啊，她卖的是哪一款呢？那是这一款。这一款，对对 ，KF94 口罩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它怎么卖得这么好呢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啊，你简单给我介绍一下吧。嗯，它这个是一个3D 立体设计的。3D 立体设计。对，你看它打开，你看跟那个普通的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我看这个普通的，我看一下。这里就有，这里就有。这边就有。普通它这个直的是吧？对对对。3D 立体的，你看，而且它有4层防护。对对。有2层绒喷布，2层无纺布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卡鼻的，你看把它弯一下啊，然后戴上去以后。你看，它非常的贴合。对对对。是不是你看我的脸其实挺大，戴上去显脸就显小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而且前面空隙也非常大哈。对，而且嘴部空间特别大，说话很舒服的。而且它这个还不累耳朵，它这个很，你看。很大的一个距离，是，确实是设计的挺好的。戴久了它也不会累耳朵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戴它。哦，还不累耳朵，对，不卡鼻子。最主要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？就是你看我戴这么久啊，你看我擦的口红。哦，不怎么沾口红是吧？不沾口红，不化妆。嗯，像就是说咱们这个，就是你看戴久了它就会有沾口红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对，你看，对对，这个戴久了它就会有沾口红。像这种的话，而且呢，这种戴上的话两边应该有缝隙比较大是吧？对，它这个戴上了以后，它两边是会张开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就没有这个贴合感。那这个挺不错的。说话的时候，它嘴部空间又小嘛，就很难受。那它卖的是什么价格呢？它是19.95元。19.95元。对。那咱们这个会不会很贵呢？拿货？我们这个出厂的话是1.5毛。1.5毛一个？对，1.5毛一个。我没有听错吧？1.5毛一个，他卖19.95元，那成本的话是7.5元，你给他供货？对，50个7.5。那他这个利润的话，相当可观。那需要的，人家做零售啊。对对对，那我说他怎么一个月能赚那么多了？对。是这样的哈，老板，那个，你看哈，我大老远过来，你当支持我一下，我粉丝也不多，然后呢，你看看能不能就是，咱成本的话，支持我个1000单，然后你9.9元的话，你给我个1000单，然后帮我做个一件代发吧，行吗？这个1000单肯定给不了，这样的话会影响人家，是吧？我粉丝并不多，你看着能给支持一下吗？给你给个300单。300单也可以，那也非常感谢老板娘，那就300单，咱们是9.95元。做个包邮，可以的，那真的是太划算了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